我是儿艺节副总监刘丽婷。儿童表演艺术呢，是给儿童最具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一种表演形式。一年一度儿童艺术节邀请法国、荷兰、西班牙等地的儿童剧团带来精彩表演。苏格兰剧团的白带你走入纯白世界。全部都是白色的一个世界里，但是呢，有一天突然出现了一种颜色的时候，大家会有什么反应？为什么要进剧场？对，就是因为剧场有一种魔力，是你要进到里面，你才会感受到的。而艺节力邀大朋友、小朋友走进剧场，走出户外，欣赏艺术，不断去亲近艺术。其实，在小朋友的心中，都会埋下那个艺文的种子。还是要诚恳的呼吁爸妈，要跟着小朋友一起来看演出。到时候他一出来讲什么，其实你听不懂。丧失一些沟通的机会。对，异想世界与儿童艺术节在这个暑假发挥想象力，带你享受亲子活动。7月14号、15号下午5点半、晚上10点半，锁定 UDN TV 异想世界。